生肖属猴、属鸡、属狗的，在这段时间当中，我认为是夫妻感情或是情侣，包括爱人之间的互动是有待加强的。要懂得多赞美对方，了解对方，体谅对方，才能产生更多爱情的火花。那么彼此呢，更加能够帮助的情况之下，有更多的肯定跟支持。